中国我说才取方，不如去到风月小巷。永远不要相信你的时代与国家一套因时更名的说辞规划，骗人的老戏法。何须有桃源仙乡，何须又有生而为人的保障。免于饥饿恐惧，当战乱饥荒和瘟疫到来时，有一处避难藏身的地方。当大洪水与满天沙尘翻滚而至时，有一处绿洲把你接纳。上一个世纪的泄露征战，分崩离析，50年前的内乱浩劫，风魔癫狂，刚刚浴火扶贫，新的纷争沙漏又在来的路上，永无宁日，嗜血成性，整个历史只是一场不明就里的混战厮杀，统一是最神圣又最野蛮的机器，哪一个梁山之辈愿跟卧滚在一个屋檐下？我们活着不是为了人的自由与幸福，而是为了把一堆活阎王供奉歌唱。如今暴虐之风已把世界秩序之局动摇，从大楼到海洋，东邪西斗一争霸局高下，都已实质疯狂。为何要倡导全球化，受效利益边界？为何心存幻想，以为欢乐颂能把一切人感化？为何当初不阻止哥伦布出航，火车飞机热兵器一步步把世界变成了一个凶多吉少的大折子，没有退路的圆形斗鸡场？谁是正义之邦，谁又是流氓国家？我不知道是否还有人心无忧惧地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像古代超尘脱手的隐士和前尘相聚的教头，不被时手时风左右，深思极恐，不如去到风月小巷，避世寻欢，暂把一切遗忘。